好脆哦，这个尾巴更脆。Hello， 同志们，晚上好。我现在跟我妈还有我姐正在外面。今天好不容易等到我姐放假了，是的，我姐复工了，恭喜她一下。对，然后就想说带着我妈出来去吃一顿贵贵的餐厅，因为很久没有下馆子了。今天我们要去吃的一家餐厅是在澳门银河里的一家意大利餐厅，然后它是福布斯四星评级的餐厅，是一家传统窑烤披萨的一家意大利餐厅嘛，然后他们家的提拉米苏什么的也挺有名的，所以我们今天打算去试看看吧。是的，又到了我妈刷她女儿卡的时候了。然后我们现在坐在户外，因为我没有定位，所以我们就坐在户外。但是户外我觉得环境也还不错，就是还蛮好看的，有没有？然后我还想吃生蚝，然后我还要吃他们家烤乳猪。Thank you。这个是他们上的一个意大利的烤饼，然后配了一个番茄酱。好，嗯，好喝。很嫩，然后上面还有，然后配的是罗勒的番茄酱，还不错。你点什么？我不知道我点的是什么。你点多吗？没有，我就点了一个猪肉。嗯，我点了吗？挺好吃的。我姐点了一杯 Mojito， 像这样，点了生蚝，然后先挤点柠檬。你有力气吗？我是没法。然后加点这个，这个什么汁？醋啊。嗯，我从来不很敢吃。从小住在海边的人，对啊，你整天就住在海边的人，还不敢吃肉。那不会啦，这个是好吃的啦。等会喝下去，好吃吧？嗯，怎么样？吃啊，还不错，不腥，但是好像没那么甜，有一点点甜，但没那么甜。这一颗生蚝是68，然后我问的是啥报告？对焦。我妈不敢吃，但是我觉得挺好吃的。火腿了，嗯 ，Thank you。这个是我们点的羊奶芝士，这个是羊奶芝士，这个是油，这个看我好讲的，对，但是我觉得它没有很韧，有没有？然后配酸黄瓜一起吃，我们跟着不先自己吃嘛，很酸。Hello， 准备一片面包，然后再把这个火腿放上来，然后 cheese 沾果酱。不过我等我讲到酱再进。Everything okay? I'm good. 嗯。What order is it? 好吃。很脆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嗯，好喝。好吃，当然好吃。这个好喝。然后接下来我们点了一个菜是章鱼须，对，我现在开始配音，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段麦克风没有录进去，这破麦克风帮我骂一下它好吗？它这个章鱼外焦里嫩，就是里面非常的嫩，然后就很 Q 弹。然后问了一下这道菜多少钱，我姐跟我说188，有点贵。每次上完菜之后，他们都会换一个新盘子、新餐具。好饿啊，上的好慢。盘子是这个吗？果然，意大利餐厅就是要慢慢吃。其实它就会有热的，也是热的盘子。Hello， 他们上菜速度真的好慢，等得我都累了。Yes, thank you. 来了，终于来了。
我的羊排好嫩啊，你们看。好吃啊，好吃啊，长这样。这个是这家五分熟的羊排。好吃。嗯，哪里会酸？很嫩，羊味重，不影响它的生，还是很生。哪里会啊？你这喜欢吃熟一点不行啊？我妈我姐姐我妈跟我都喜欢吃七分熟的，但是我姐喜欢吃五分熟。人生难命之一呢。Thank you. 温暖，知道吧？有些技术好成熟也很嫩。这羊排还不错，然后配的土豆泥很好吃，奶味的。那里面有芝士。这是意大利的水饺。不要讲，你不要说水饺是饺子。不要你，不要你家的干嘛？长这样，配菜嘛。里面是，里面什么韭？不是韭菜，是那个罗勒叶。偷情，偷情。里面是包欧芹跟那个芝士，不好吃。这水饺一般吗？是一般，这水饺挺一般。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吃我们今天的重点，烤乳猪。嗯，专姐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吃一下，一点点就好，一点点就行。好吃吗？嗯，这个还不错。那我来采访一下我的，采访一下我姐的吃完乳猪后的感受。必须要说，表皮那个表皮特别特别脆，就是乳猪的那种脆，但是里面的肉呢很软，那个一咬下去，那个汁就爆出来了，啊，好吃。等一下，这个是沾了酱的烤乳猪，嗯，对啊，它就是简单的很嫩，好好吃。然后配土豆泥是吗？烤蘑菇，嗯。煮完猪肉真的好吃，很 Q 弹，你知道吗？里面那个猪的味道，那个猪，好吃，这个比羊排好吃。我妈说这个猪比羊排好吃，我也这么觉得。这个是配的土豆泥，我觉得很丝滑。哦，这他们家土豆泥很好吃，冻一下感觉是一个冰淇淋。对，如果它冻一下的话，就人家吃不吃？不吃，我不吃的。那我吃，对待一个够了，来对待两个，一整口的烤乳猪，好大。好脆，我这个尾巴更脆了。他们家的土豆泥超好吃，非常顺滑，一整碗都是我吃掉，很像在吃奶油。我们点的甜点可丽饼卷芝士，然后还有一个是冰淇淋，然后还有他们家的招牌提拉米苏。它提拉米苏长这样，怎么样？好吃吗？我觉得也一般，就那样。你呢？你觉得好吃？没有说难吃，但是也没觉得好吃，没到惊艳的程度，就还行吧。他们家的提拉米苏还行，只能说还行。外面是脆的，哦，被我弄脆了，饱和了。然后里面是开心果，是不是？长这样，这个好吃点，它里面有那个橙子的皮，然后上面还要撒海盐。哇，点了。这个比较好吃。哪个好吃啊？这个啊。把那个东西拿。我们现在甜点也吃完了，今天最好吃的我觉得还是那个
烤乳猪，对吧？我觉得最好吃的是烤乳猪。对，我跟我妈都觉得最好吃的是烤乳猪。嗯，然后那个章鱼还可以，总的来说还算不错，但是我应该不会来吃第二次。啊、我口腔溃疡好痛。走吧，我们现在吃饱准备买单了。有人在那讲中文吗？我妈要去上洗手间，但是这边的服务生全都是讲英文的，所以我不知道我妈跟她讲中文她听不听得懂。我妈还很自信的去了。我还带了银河的卡可以打折。No。最后我们是1900多块钱，然后我有卡，所以便宜了170多块钱。好啦，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啦。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，请你帮我多多点个赞，并且订阅一下频道，关注一下我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